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出席桃园市立委参选人刘仁仲联合竞总成立大会，赖清德亲自授旗力挺刘仁仲。话锋一转，针对台积电放弃进驻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扩建计划，张忠谋董事长曾经亲口跟我讲过，台积电公司内每聘请一个员工，协力厂商要聘请八个人呢、啊。所以换句话说，台积电到龙潭投资，不是单纯台积电来而已，是协力厂商通通都会来，我们就业机会就增加了。为了桃园未来的发展，我们支持刘仁仲进入立法院。不止站台，桃园第五选区龙潭坪镇，赖清德也出席立委参选人彭俊豪中立队集结团结之夜。中立是章鱼哥嘞。中立票开出来，赖清德赢，赖清德就当选了。中立选票开出来，彭俊豪当选，国会就过半了。我们桃园市有六席立法委员。还是全力打，好不好？今天我们就三盟海誓了。赖清德桃园全力站台辅选，选战倒数靠陆战争取支持，不仅要拼总统当选、国会过半，更要抢下关键席次。三立黄燕杰、马月魂，桃园报道。